台湾知名企业、全球自行车产业领导品牌巨大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宣布企业接班。自2017年1月1号起，现任执行副总裁杜秀珍女士将正式担任巨大公司董事长，现任营运长刘永昌先生则将接任巨大公司执行长。接班后，巨大将有崭新的领导团队接棒，由过往的个人领导变成专业的团队领导。公司成立至今44年，这一次的企业接班也被认为是公司内部最大的一次调整。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新的领导团队将以三大营运目标，分别是智能制造的转型、虚实通路的结合，以及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创新产业服务，期许将巨大公司打造为擅长与消费者对话的服务型企业，更期许自己要跳脱传统自行车制造业，成为 Cycling 的领导品牌，让每个人都能享受汽车的喜悦。YTV 新闻采访报道。